你好，我是珊珊，我是玲玲，今天来到了玲玲频道去。今天我们要拼 Minecraft 的安德，只要拼他的头部而已。好，我们要开始拼了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接下来就是随便填了。快完成了，我要不要直接做两只啊？安德快完成了，我左手会抖，所以我左手一定要成为一个拼斗的手。有了，既然都拼个了，那我们来挑战。我想一下。要不要来挑战？Pink Creeper， 粉红色苦力怕，我做 Pink Creeper， 好难念。我们先把这一盒收起来，我们改弄另外一盒锁起来，这样它才不会打翻。喜欢片节目，帮我一个赞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按下下方的小铃铛，可以收影片通知，还有记得留言和分享。那么下次见，拜拜。